声怒吼，一声怒吼，大胆魔兽往哪里走？大胆魔兽，魔兽往哪里走？兴风作浪，天地颤抖，天地颤抖，雕虫小技一个足留。都有血海深仇，逃不掉我一招震碎你虎口，要的脸鬼子手，伪装成朋友，我一拳把你打成骷髅，没喝酒从没有停止过战斗，真爱总是能够坚持到最后，要的神鬼子头，终究没血肉，终究被真被正义斩首，邪和恶从来都有血海深仇，逃不掉我一招震碎你虎口，要的脸鬼的手，伪装成朋友，我一拳把你打成骷髅，没喝酒从没有停止过战斗，真爱总是能够坚持到最后，要的神没血肉，终究被正义斩首，斩首。阁下身后的这个地方是滨海。哦，知道滨海的故事吗？不知道。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寂静之海。我有必要知道那么多吗？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传说，说起来太长，它是一切生命的栖息之地，是生命的起源，所以就叫寂静之海是吧？是的。你不好奇我是谁吗？七七姑娘唤我来此，自然是要解释的，我又何必唐突。这寂静之海对我来说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。嗯，愿闻其详。我族乃冰雪龙族，我族皆发源于此，而我便是这寂静之海一条龙宫之流上的公主。寂静之海的每个支流如同植物的根系一般，为神州大地镇压地火，调节普天气候。我父原是楚州冰川龙王，从我爷爷手中继位之后，一直兢兢业业，以保障正常气候为己任，不求名不求利，只求百姓生活安乐，风调雨顺。但是怎么从来没有听你提到过你父亲？这一切要从我在楚州冰川救起一个叫做郭芳的书生说起。郭芳？就是那位驸马爷郭芳？没错。从我救起他之后，我以为他温良敦厚，以为他是谦谦君子，便委身于他。哦，这之后的那些故事你应该知道的。后来我送那个郭芳进京赶考，我给他引用了我父亲珍藏在寂静之海的生命精华，使他灵智大开，高中状元。哦，原来如此。这个郭芳高中状元之后，人间的皇帝赐婚于他，他也没有拒绝。本来这件事情到这里就该结束了，可是这个郭芳为了讨得人间皇帝的欢心，居然告诉了人间皇帝我行宫的所在，并劝导皇帝在我冰川之上大建行宫。我父不允，这人间的皇帝便大张旗鼓前来除妖。可叹玉帝为了享受人间的供奉，居然判了我父抗拒天命之罪，要在天牢的锁龙柱上服刑万年。岂有此理，简直太可恶了。若是我当时在场，断不会让此事发生。从此以后，她成了掌管仇恨的复仇女神，就是传说中的冰妖。对，她的形体消亡了，化成了一道光，一道美丽而又恐惧的蓝光。唉，不幸的故事。对。谢谢，终可有一事相求。什么？我想请你帮我给那个复仇女神带一句话。我这次来就是。不，你是你，
他是他，我只想请你给他带一句话，就是请他以天下苍生为念，为他伸冤的事情由我钟馗一力承担。天师吩咐，我自当照办。只是我想拿复仇女神身上所承担的重任，不是天师一两句话就可以化解的。无妨，我既然知道了此事，便不能坐视不管。你只需帮我把这句话带给他，能做到吗？我尽力而为就是。岂有此理！事情已经很清楚了，那个复仇女神就是西西，当年由于玉帝不公，判他的父亲在锁龙柱上受刑万年。现在要解决这个事情，只有让玉帝认错。你说，我们该怎么做？那当然难了。想想当年六公主的事儿。所以，我和大哥正在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。终南山人。楼天长找我。哎，大哥，你走了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啊？打上云霄殿啊！打上云霄殿。这是京城十二道金牌送来的急令。哎，令我十日之内找到郭芳的尸体，立刻返京复命。皇上当初派我到楚州来，并不是为了楚州，而是为了公主。是，但是令文上说得清楚，公主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否则她不会就此罢休，到时候恐怕就麻烦了。大人，历经毕生努力啊，只求仕途上能够有所作为，可是没有想到，到了最后还是沦为了这些官僚的工具啊。哎，钟馗也不知该说什么了。好在我还有十天的时间为我的理想努力。我请先生来，是想请先生过目令文。这个令文说明一点，郭芳的事和朝廷并无太大的关系。郭芳的事也就是驸马府的事情。大人的意思是，他不是造反？当然了，我看过历代无数的谋反案例，其中没有任何一个案例是只有造反之名而无造反之事实的，而且只有一个人没有同谋，没有同党。这只证明一件事情，他就是掩盖。我请先生来还有另外两件事情。一是我想择日重审娄月歌一案，可不可以麻烦先生把我女儿带来？我尽力而为。那第二件呢？是不是要找回郭芳的尸体？那不是太麻烦先生了吗？哎，不麻烦的，我应该做的。不知该如何感谢先生？好，那就以百姓的名义，我们互相致敬吧。历经毕生努力啊，只求仕途上能够有所作为，可是没想到，到最后还是沦为了这些官僚的工具啊。和冰川龙王有关？不错，本天王可不想再趟这趟浑水。钟馗啊，别老想着妖魔鬼怪，这天上人间哪来那么多妖魔鬼怪？别仗着菩萨器重你，就在他面前使性子。你没事，菩萨可全给你担着呢。三弟，你怎么了？多
痛死我了！啊，这怎么办呀？啊！快叫三弟来！哎呀！人都跑哪儿去了？哎，今天可真倒霉啊！哎，嗨，二弟、三弟，你们到哪儿去了？大哥，刚才三弟把自己当成穿山甲，想在冰层上穿个窟窿，差一点被冰层给吞没了。幸亏我和武天童及时出手救了他。哦。可是邪门的是，我们把三弟拉出来之后，那个冰窟窿就不见了。嗯，三弟，你要记住啊，以后不要再擅自行动，万一你被冰吞了，我上哪儿去找你啊？哦，大哥记住了。可是我们是真的没辙了。我考虑过了，眼下我们有两条路，一条路是九重天，还有一条路就是京城。三弟，嗯，你立刻去查实西西，你去告诉西西。让他好好想一想我跟他说的话。好。二弟，你就留在楚州，看护住楼天长。我有种感觉，楼天长已经处在狼窝里，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，你们要保护他。明白。嗯，我去跑一趟京城，看看驸马府究竟出了什么事。神女，你怎么了？小女子摔了个跟头，脚崴了，不能叩见大神，恕罪。大神？哎，要大神帮你吗？不用劳驾。哎呦！哎，哎呀，哎呀，请问神女，认不认识一位叫西西的神女啊？就是在九天陪伴王母娘娘的那个。哎，不是。哎，好啊！漂亮啊！哎，西西，我，哎呀！啊！铁兵，
将军，公主找你呢。你没看见本将军在洗澡吗？公主在门口等着呢。让她等着，赶了好几百里路也不让人消停。还得折回去。什么？公主说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你先滚出去。是。将军。你是谁？钟馗。钟馗？钟馗是谁啊？传说中专门捉妖的钟馗。捉妖钟馗？你是钟馗？将军请起。你不要怕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我只是想知道驸马爷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驸马爷？嗯。驸马爷。当时发现驸马爷冻死的时候，驸马爷是怎么样的？怎么样？当时驸马爷都已经冻僵了，那还能怎么样？你在和谁说话？卑职叩见公主殿下。备马，我要跟你一起去楚州。回禀公主，驸马爷已经死了。你胡说！公主，钦差大人已到了楚州，驸马爷的家人都被扣押了。我不管，我要去找他。回禀公主，驸马爷真的已经死了。什么真的假的？就算死了，我也要见到他的尸体。是。还有，多派些人马把那个狐狸精抓回来，要不然我死不瞑目。卑职遵命。哼，走。公主殿下，他死活不着。你先起来。公主。是。我是冤枉的，公主。公主，我冤枉。冤枉？你当状元楼是妓院吗？你身为状元楼的总管，竟然放任那个狐狸精淫秽作孽。公主，她不是人，她是妖，你让我怎么管？那你就死了，变鬼下去管。钟馗叩见玉皇大帝。
宁深，谢玉帝。钟馗，朕一再告诉你，不要管人间的事，你就是不听。看看你做的好事。啊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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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九个人，因为你被活活的烧死，你可知罪？钟馗知罪。我问你，楚州的事查得怎么样了？回禀玉帝，钟馗已经查清楚，楚州雪灾的元凶就在滨海之内。这滨海在什么地方？老白。哎，老臣在。这滨海在什么地方啊？那只是个传说。传说？传说在凡间的某个地方，那就是子虚乌有了。不是不是啊，回禀玉帝，真的有滨海这个地方啊，它确实存在的。那是凡尘，与天界有何关系？启禀玉帝，现在这个滨海被一个女人掌管，这个女人就是复仇女神呐。朕怎么就听不明白呢？胡说八道，纠缠不清。我胡说八道？玉帝，我没有胡说八道，我真的。钟馗，看你吞吞吐吐，言辞闪烁。陛下，陛下，这回你死定了。你死都轮不到我死，你没死，我怎么敢死？菩萨救不了你，他去西海云游了，这回是真的云游了。你走开。好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。什么秘密啊？钟馗。在。朕限你凡尘时日，向朕说明白。这次你再不向朕说个明白，语无伦次的话，朕送你去阎王爷那儿当差。玉帝，玉帝，玉帝！小子，十天知足吧啊！哎，玉帝啊，你不用这么严厉嘛！哎呀，你们真是岂有此理啊！玉帝，不要让我去阎王殿呐！玉帝，玉帝！哎，我们呢，都不是喜羊羊，所以难免有悲伤。我们又不是灰太狼，所以悲剧总是缠着我们不放。哼，不要过分迷恋锅，锅也是个悲剧。嗯，好。哎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真是。大哥，开心一点，反正还有十天。楼大人不是也有十天吗？我相信这十天里面，我们一定会有所作为的。有什么作为啊？哎，郭芳不是骗了西西，然后还在皇帝面前进了谗言吗？哎，玉帝贪图凡间供奉，求了老龙。所以啊，只要把郭芳的事情讲清楚了，凡间皇帝承认自己受骗了，天上人间之结解开，我们就可以据此跟玉帝力争了。哎，不错，只要告诉公主郭芳是怎么样一个人，她自然就会去告诉皇帝的。哎呀，一个凡间的女子有什么不好搞定的？哎，这倒也是。关于女子的事情，只要三弟一出手，那就是手到擒来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大哥，大哥，你怎么了？我总是觉得我们漏了什么。也是啊，都这么久了，难道那个西西真的没有想到办法？哎呀，算了，咱们就一步步走着看吧。我们先把这个办法告诉西西，看看他能不能对我们坦诚相待，再做打算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。
岂有此理！开呀，那就由他去好了，大家继续向前走，走吧，小心点。大哥，这到处都是兵啊。二弟、三弟、武天童，你们要小心呢。光临冤魂隧道。娄月歌见过诸位大神。娄月歌，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？哎，装神弄鬼的吓唬谁呢？既然你们到了冤魂隧道，就来看一下千古冤魂吧。落雁、闭月羞花，这四大美人之一，被誉为沉鱼的西施，竟然成为了政治的牺牲品，千古奇冤。错，身为越国女，为亡国之君勾践的复国捐躯，这不是冤，而是为国捐躯，是巾帼英雄。是吗？巾帼英雄？那勾践复国后，闭口不提西施。还把他视为越国的国耻，你说他不冤吗？你胡说，他不是跟着范蠡、范州太湖，并且成了夫妻了吗？那是政客粉饰冤孽。对，在这里记载着西施被沉入长江、葬身鱼腹的事实。嘿嘿，这位大姐，我很欣赏你的造型，可以这么说吧，你的名字迟早会出现在我家的户口本上。三弟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连女鬼都不放过。你傻呀，我是在引导他重建光明和希望。这位大姐，我们不要拿整个生命来怀疑生命。生容易，活容易，生活不容易。胖子，你闭嘴。我这里有两个胖子，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个呀？啊，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你为什么不敢出来见我们？你记载这些以前的事情有什么意义啊？自然有意义，
他在提醒我们要复仇。人间是丑恶的，绝望的，只有一条路，毁灭。难道你不这样认为吗？难道你忘了你是怎么死的吗？是你的真身，你学富五车，才高八斗，借了盘缠，兴冲冲到长安去会试，连皇帝都称赞你，称你为奇才。是啊，大哥。可你却因为一个嫉妒你的奸臣对你的挖苦和诽谤，撞碎了脑袋，一命呜呼，你不冤吗？冤。三弟，海英哥哥，不要过去！海英哥哥，天师，你承认你是冤的吧？你的冤枉比历朝历代的任何一个人都要大，你是千古奇冤，冤呐！闭嘴！你想激起我的怨气，想让我和他们一样吗？为你的罪恶反噬吗？天师啊，我是娄月歌。不是娄月歌，你是西西。我就说你是西西。我们又见面了，幸会。我告诉你，马上放了我的兄弟，还有啊，交出郭芳的尸体，我已经找出帮你昭雪的办法，否则怎样啊？本天师就对你不客气了，你不要逼我用降魔剑来对付你。那就请吧。果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不见棺材不落泪。看剑！这里不在三界之中，是另外一个天地。你的降魔剑即使使出来，也不过是一根烧火棍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瞧瞧你们这些男人，都是些强盗。你们明明私闯我的禁地，却问我想要怎么样。西西，你是不是失去理智了？哼，这里是寂静之海，是我的复仇王国，在这里我才是主宰。问我怎样，问得好，我要把你们全部冰封在这里。难道我们只能让菩萨来救寒烟和傅举吗？菩萨已经救过我们了。既然菩萨能够治他，为什么不亲自出手，而让我们瞎闯呢？我告诉你们，正义和罪恶无处不在，我们不能全依靠观世音菩萨，我们得靠自己啊！天下太平要靠我们一起去努力。钟哥哥说的对，光靠菩萨，那我们干什么呢？这就对了。现在你们先回庙里，等钟馗哥哥回来啊！遵命，遵命，遵命。怎么还不去啊？钟哥哥，你们听着，你们是五天童，是小神仙。既然是小神仙，就要拿出小神仙的样子，遇事要冷静，遇到灾难要沉着。现在告诉钟哥哥，你们是谁？我们是降妖除魔的。说得好，去吧。钟馗，多谢观世音菩萨救命之恩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啊，菩萨，看来你六根未清还是很脆弱，
钟馗自知无能，有负菩萨的厚望。你不觉得离真相已经越来越近了吗？钟馗知道。十日，凡尘十日，这是天界给你的大限。钟馗明白。到时候你呈上真相，我自会处置。不要。不要。不错，钟馗想亲自到天庭向玉帝禀报。为什么？钟馗不想让菩萨再为钟馗担待，钟馗想要知道天界仍然是纯净之地，钟馗希望他还值得世人和后神万世敬仰。你不觉得这样说很过分吗？等钟馗完成任务之后，再请菩萨治我之罪。菩萨。丝竹声声，歌舞升平，真是神仙过的日子。天师真会开玩笑，难道你没有听出笛子声里有些凄怆吗？凄怆？那是店主在吹笛子排忧解愁呢。没听出凄怆，倒是听出一些迷乱。天师不要开玩笑，笛子声里也能听出迷乱。哼，以天师之意，本座心里掖着什么？你不是要告诉我一个秘密吗？不过你现在不用告诉我，我知道了。什么？骗局。骗局？你说这话可要负责任。我当然负责任。十日之后，我们一起去大殿，当着玉帝的面，自有分晓。哎，天师留步。我为什么要留步啊？天师所说的骗局是什么意思？是怀疑本座吗？不错，就是店主自己得意忘形，以为我死定了，说要告诉我一个秘密的时候。这话你也相信？我是随便说说的。是吗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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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天师，吼吼吼吼！哼！店主，这死胖子扔下一句话就走了。莫名其妙。不是莫名其妙，是你要告诉他一个秘密，是不是？我想他死到临头了，不是被玉帝处死，就是打入冷宫，没想到玉帝还给他十日。店主，啊，都给钟馗说着了，不吹了。怎么，店主有心事？我在想，既然钟馗这么穷追不舍，看来呢，我们的计划要提前了。提前？那西西公主她准备好了吗？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也没关系，若是到时候真的只差一点火候，在下就把自己赔上。你？店主难道忘了，我也是冰雪一族啊。他是谁啊？啊，出现过好几次了，说是天客。天客啊，龙天长神神叨叨的，极有可能与这个人有关啊。我没听懂，天客指什么呀？妖魔。神仙。
为娄月哥报仇的妖魔，我是天上派来的降魔大神呢。啊，神仙，饶命啊！救命啊，神仙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啊！大哥，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其实我们根本就用不着担心傅举哥哥和寒烟哥哥。为什么？就像唐僧去西天取经一样，虽有九九八十一难，但最终他还是到了西天。对啊。小酸，我觉得你真是越来越聪明了，你就是我的偶像，真厉害。那当然了，我一直都是走的偶像范儿。拉倒吧，我看你们还是拿肉当偶像吧。我都有点饿了，怎么了？你怎么又饿了？就是才吃过吗？来来来，玩这个。我消耗给你的。西西，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天师，你也知道，事情到了如此地步，你还会不拆穿我吗？在寂静之海，天师不是说过要打醒我吗？我怎么会这样对你啊？其实你又不是冰宫里那个女人，而且你每次用西西的身份来找我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是来讲道理的，我又怎么会对你动粗呢？天师可真是善解人意呢，那个形象可能是我的恶念汇集，我也控制不了。好吧，我就告诉天师实情。好，钟馗洗耳恭听。首先，我要杀掉卢乙和张二，为娄月哥报仇，让他入土为安。我想天师你不会阻止我吧？说实话，卢乙这个人十恶不赦，张二呢助纣为虐，我自然不会帮他们说话了。但是现在关键是在西西你身上。我？没错，郭芳负你，又蒙骗皇帝，让玉帝将你的父亲囚在锁龙柱上，你打算怎么做？天师你不用再说了，你的想法我明白，谢谢天师能够理解我的苦衷。钟馗职责所在，不敢领受这个谢辞。说实话，我对所谓的玉帝皇帝并没有什么信心，人法天条，不外乎秉公二字。可是在这三界之上，又有谁可以秉公执法呢？是皇帝是被人蒙蔽，可是蒙蔽的人只有郭芳吗？郭芳有什么特别的本领可以蒙蔽皇帝呢？我想归根结底不外乎两个字，贪欲。想半满的酒瓶，我还在微醺。